十家要打多久？我讲我们不要做决定，有雇主是有道路门，以后是有爱是好业或者卖过的将来的什么政策由他们去决定，就是说他们要打多久就打多久，一次打到完全胜利。没来化成他人文明的化成吧，让他们去争我们，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，争取人民的不吃不要的努力，必将稳步的达到自己的目的。